好久不见，昆妮了。对，哇，小杨姐看到你，真的觉得你依然亮丽如昔，而且我觉得好像更美了耶。谢谢。真的真的，因为我其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了，还记得以前的那个活动，我们还一起去参加小猫你的活动，也谢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那这一次呢，恭喜你又代理了新的 Baker 品牌到台湾，让台湾更多的消费者，尤其是懂得顶级 material 啊，还有很多很喜欢这种各式各样不同，从 traditional 到 modern contemporary 的 style 的客户们都有更多的选择，是不是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Baker 是我们清幻家饰呢独家代理的第二个品牌，继 Minotti 之后。那我们会代理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Minotti 在欧洲已经是一个非常领先的牌子了。那我们也在台湾这个市场深耕了十余年，我们觉得呢，其实是时候去引进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更多元的风格，所以我们才去接触了，可能美洲市场，看从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更有趣的品牌。是，那我们就发现了 Baker， 那也对于它的手工啦，还有它的品牌历史，跟它对于很多制造的时候的一些要求都非常非常的惊艳，我们觉得跟我们代理品牌的精神其实非常的符合。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呢也会非常的盛大，然后你们的新的 flagship 的 store 呢在位于大直的区域，对不对？我觉得这边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喜欢要把他自己的家布置得非常的典雅跟不一样，那我觉得 Baker 选在这里实在太棒了。这边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住宅区，因为它不仅有比较多的绿色，而且住宅的空间上来讲也是相对的宽敞，是，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客人是真的都在附近，是我们的邻居，没有错，没错，对，而且很多的邻居来这边好像也有很亲切很 warm 的感觉，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家，对，他们会觉得说，哎，原来他自己的家里头，因为我们其实除了 Baker 的家具以外，我们其实美式的家具也需要很多很多的饰品，是，不管是灯饰或是镜子或是一些家里头的居家的饰品，是，他们会觉得说，啊，原来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家里现有的或他们自己喜欢的小收藏跟这些东西都做出一个很好的搭配，大家都很期待。然后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呢，你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总裁来到台湾，哇，你们面子也很大，他只待一天，对，他只待一天，他专门为了你们飞过来，而且他是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昆妮妹妹面子真的很大，谢谢谢谢。然后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我也觉得很棒啊，因为他说没有错，我帮你再次的证明，因为我也说我做了 Marnie 这么久的时间，不管是这么多的精品啦或者是寝具啦等等，其实在台湾都有他独树一格的市场，对，然后他的business 也都不错，所以他觉得他非常期待在昆妮跟他们的合作之下能够更加的蓬勃，然后做得更棒。我们也希望，因为 Baker 一直试着在强调他自己的多元性，他一直持续的在网罗很多全世界顶尖的设计师，在创造出各种不同风格的系列的商品，是，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把这一系列的商品都介绍给台湾的消费者，也替台湾的消费者谢谢昆妮，谢谢 Christine， 谢谢谢谢你，恭喜你哦，谢谢，恭喜恭喜，好漂亮的 store， 谢谢。